史莱克，今天我会把你们统统打败。我很期待在决赛上看到你们。你看我的最强一击。他怎么来了？马如龙将是决赛中胜负的关键。怎么不敢上台了？霍宇浩，你不是要来总决赛跟我打吗？决赛，史莱克阵容不全，输定了。我们绝不能输。